作为一款现象级的软件，超过1000万用户的下载量，现在下架我们承担不起。没有明文规定就可以犯法吗？你不就是想发财吗？不要鼠目寸光好不好？让我跟 Luca 出去卖血卖肾卖眼角膜吗？等死了以后把骨头架子卖给医学院当标本吗？我要的就是我自己的那一点保障，怎么就不合理了？